会宁时间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 Sphinx。 我们在前面第十八集专门介绍过卢浮宫最大最古老的狮身人面像大斯芬克斯，面前这一尊虽然也是在古埃及城市塔尼斯被发现的，虽然也保存在卢浮宫，但比大斯芬克斯年轻整整850岁，距今约3700多年，规格也更小。我看到许多游记或者电视节目常常把两者搞混了。那斯芬克斯这个名字呢，它最初源于古埃及的神话，但是传说中有三种斯芬克斯，狮身人面、狮身羊头和狮身鹰头，现在通常指的是狮身人面像，作为宫殿、神庙或陵墓的守护神，会宁时间法国巴黎。